针灸呢，在中国呢，大概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啊。相对中药来比呢，针灸呢，它是比较早期的。那么这个真正的有这个中医的记载呢，大概有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呢，已经有2000多年。那么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呢，有一本书呢，就是叫《灵书》，里面呢记载很多这个针灸的内容。是有讲的是人体的内外的关系啊，针灸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外在的经络，然后呢内在的呢是联系五脏六腑，所以这些呢连接起来呢变成一个中医非常重要的系统。那么从这系统里面呢，我们很好的就把它联系起来，作为临床治疗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体系。